那么在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呢，或者是路过的朋友呢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到我们面对舞台的右手侧有卖羽桥的写真书，那除了写真书之外呢，还有限量的周边商品，有抱枕以及我们的浴巾，还有桌立，非常棒的一个作品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买写真书会送羽桥的海报哦，限量只有200名，可以上台跟羽桥签签书、握握手，甚至录录语音都可以哦。买3样可以与羽桥合照，买5样可以录羽桥的语音档，可以当闹钟，可以当铃声，可以呢想听他的声音的时候就听他的声音。所以把握机会，速度要快。今天的写真书还有特价7.9折。是跟网络上一样。